为了想救儿子，我在一个陌生人的手中，当我接到这个产品的时候，所以我没有考虑，因为我感恩上帝很眷顾我，给我这么大的困难，后面是那么好的祝福。还有林先生把这个福音也传给我，我也这个全福音信耶稣。今天我的团队大部分都是我全福音出去信耶稣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么好的产品啊，救了我儿子，我觉得也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福气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过来呢？就是我觉得我不想赚钱一开始，因为说真的，怎么去赚钱？就是给你一亿也不会笑。因为我儿子在儿童医院，就是癌症随癌复发吧。当时我都很紧张，我到处求医，其实也不能给到一个很好的答案。当我听到林太说这个是，我就问他产品是哪里来，纽西兰的。我听到纽西兰的东西，绝对我放心。因为是世界的最后一块净土，我觉得我孩子去了，这个跟进的过程，林先生都他们一直陪伴我，我也很听话，就是我觉得上帝给我很好的机会，要我去相信，跟我有机会去选择这么好的东西来配合治疗。大家记得我这个，我们去的不是药物。对吗？对。当我在这个过程的时候，我觉得 PDR 那么好，要这个跨疗的过程没有什么负担副作用，那我就第一时间想的就是去帮助别人。我没有想过去赚钱，因为这时候对我来说赚钱已经不重要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听到那些孩子整天都头肚子痛，好可怜，那我见我孩子那么精神，那我就见人都分享。所以 Kitty 说的我全部经历了，我跟人分享的时候别人看到我前面就站在我后面，就见到你好像见鬼一样，因为觉得我去笑他嘛，对不对？这里一个孔雀，我的孔雀起来，我美丽的孔雀，我的团队的精英，他去看了我14个月，他就来，我一听到他，我全福音的，我没有想到给 PTR 他，我想第一时间全福音，才想 PTR， 随着他说很多姐妹帮我祷告了，我说太好了，那就祷告了。后来我说 PTR 很好，谁知道这样了，后悔啊，其实没有后悔，知道吗？因为今天就陪他女儿一条命，对不对？打祝福话，后来他见到我前面，我一出来，我一直站在后面，他在前面，我一出来他就是不是见鬼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问心无愧，对不对？我见人都讲，见人都讲，我甚至别人把我扫把盘我出去报警，他做的我都全部做了。我带着我的伙伴，我说不要怕，有我在，我明天立刻跟他去避案，因为我知道我做的事是对的，我没有担心我的伙伴担心，但是我一直安慰他，我说你今天好好睡觉，不怕交给我，我帮你已经祷告了。所以他明天跟我需要去，还有真的是感恩Kason一直陪着我做第一场忏悔。我记得我跟林先生办第一场忏悔，就是120人，我有90人，所以哎呀，不要玩，这一场忏悔真的不容易。我们配合了，就是沟通没有经验，你知道啊，我们几定了，差几十人没材料啊。怎么办？将那些菜全部摊白摊小分薄啊，知道吗？钱就收啊，
是我的错，不是九楼的错，明白吗？是我没有跟我的先生沟通，没有经验啊，没有做过直销啊，没有做过仓库啊，哇，怎么办？啊，我后来我说是我自己的错，不关九楼的事，我从来没有说过是九楼的事，是自己错就自己错嘛，又不用去洗，对不对？错就是错了，我不用去洗的。好了，林先生知道他说的，以后不来这里再办仓库，我一次就可以了，就够了。啊，我第一次要去做，我在疫情三年没有离开这个九楼，没有离开过一次，三年了。因为我知道老板不是这个盒子，三十个盒子做到今天没有换过一个直销线吗？我都没有离开过，我孩子七了四年，我2021年四月一号真正的看我的足迹图，我才接手看。当我在儿童医院初出精致，我就去分享，见人就讲，因为我自己本来的人脉很多，所以我在医院已经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积累。我的朋友不用讲太多，我也感谢我的朋友，一句话就买了。所以我在初中进进医院一年能够赚到68万，好不好？感到恭喜。同时怎么做？不愧我的林太跟我说，看视频，看视频，他看了视频就给我看，一起看，一起成长。疫情嘛，在网上靠窥疑，因为三十几米的大的窥疑，每次都是我问题最多，普通话又不标准，不明不白的，谁都听不到，这是你最多怕，因为我有问题嘛，我要必须要解决，我才能帮助别人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错啊，我普通话不好，我不是罪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怕丑的，我觉得我要帮助别人解决问题，必须要弄清楚，要扛起这个责任，所以才能帮助到别人。所以第二年，哇，翻倍！你看这个六位复制，好厉害！在疫情里边 ，Kason 不是说办了一期唱会没得办了，怎么办？我电脑又不会，电话都不太会，对不对？我女儿说卖 iPhone 给你没用，打出打进就可以了。所以 iPhone 也不会用 ，PowerPoint 也不会做，感恩 Kason 全部帮我做，我就感恩。我大人来，我怎么做？全部来听都是免费的，丢钱了，在立威站的钱不有的吃就够了，有产品吃健康就够了，对不对？要帮助别人的同时，必须要自己先付出。如果我不付出的话，我想了今天，哇，疫情的时候多难约人啊，八桌啊，八桌，好像好厉害，四个人一桌哈、啊。六个人一桌，慢慢慢慢的变了25桌，12人坐不上，又坐到14人一桌。感恩我的团队，我的伙伴，不是我有多厉害，是公司默默的在背后来帮助我。还有，疫情开始，一直我的每个月的餐会，我从来没有停下。你说我赚了很多钱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赚不多，因为我的钱都拿去吃产品，我带下袋里边的钱不多，但是我全部他们全部免费吃，免费吃，慢慢慢慢的我的团队组织长大了，我差不多，我应该是说这段时间我也付出了不少年。后来我的团队每个伙伴都扛起这个责任，在 Elton 一直在默默地帮助我。我最不开心，我遇到所有的问题我就找他倒垃圾，没办法，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很多很多问题，
不单是团队的问题、组织的问题，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。但是 K 神、美叶、美意，还有 Elder， 十二点打电话给他，晚上一点、两点，还有陪到我们十二点晚上，他们工资不高，没有 OT 费，没有加，就是没有加班费，没有我给他一分钱，但是他为什么默默的背后配合我的团队？我在其他公司看不到，大家看到。后来我冲孔雀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很多很多线，都很多线，但是也是不会怎么做，主机图都没看过，怎么进单也不会，因为在医院出出进进，哪里有心情够气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免费气已经很大的力量，不求什么。后来慢慢慢慢叫孔雀，2022年，Elder 七月份来到，我团队一直带着团队跟着公司，一步都没有留下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能力有限，我不能带着他们，我只能扣公司，我只能扣公司，所以每一次我都拉着他们扣进公司。我的大领导在新加坡，他说要来香港，我就立马跟我的伙伴说，他几点到酒店，几点到酒店，我几十个伙伴正在酒店等他，一坐都是几个小时。谢谢你们。当新加坡的领导来帮我帮忏悔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很幸运，我一个小小的孔雀，他都来帮我搬餐柜，后来才像飞马的哦。那疫情还没开始哦，我带着我的伙伴还要订酒店，隔离七天，我带着我的伙伴就订酒店回来隔离，当时只有几个猫，现在我们这次去马来西亚也有几十人了。谢谢大家。我去马来西亚了吗？你看我这里都很多了。所以靠近公司真的，我比 Kitty 幸运很多，我比他真的很感恩，我比他真的幸运100倍。所以大家如果不拿公司布置公司的力，真的亏大。你的力，你有多少能力都不止来公司。所以我今天我的伙伴十二点一点已经来到公司，一直到现在，给他们一个掌声。所以一切的荣耀不是归给我，而是归给他们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真的很有限。还有2022年东亚区总监 Eric， 也我也想借大家掌声给一个掌声吧。他一下分析就来找我，美凤，你像飞马。我说只有十多天，怎么像飞马？我可以吗？他说，我说可以，我说可以就可以。哇，我说像飞马，我没有想，我不敢想那么快像飞马。我的目标是十二月的嘛，那么快就叫我像，我还没准备好。像飞马要不要准备？其实没有准备的，对不对？你的前排的领导都没有准备像飞马，公司就他像，他们就像，是不是？听话就做，就立刻公司给我方向。他跟我跟 Elber 总经理在房间里面谈天，他就怎么给我方向。大家想想，现在不论是你自己做生意，还是你自己管理一个机构，如果没人给你方向，你的头爆炸吗？爆炸。爆炸。但是我什么也不用想，你脑袋都不用带，你就跟着去做就可以了，你听话就做就可以了。那所以很感恩
12/12/12月22号，香港区总经理 Elton， 我的普通话是这样的啊，你能听懂就听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慢慢的做。谢谢大家掌声。2022年11月22号，总经理 Elton Kenneth Henry 等 Kason 来帮我在香港尖沙咀杜汶皇府去帮我去看场地谈菜单，什么都来帮助我。我去搞了一个感恩忏悔，就是好像 Kitty 凤凰说的，就是表扬大会，很感恩我的表扬大会，我挺感恩的。我们有长辈的，我的孔雀大会都有长辈，所以在香港是不是很幸运，很有福气的？大家真的又珍惜公司这么好的平台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三个经理来帮我办这个参会。大家都知道三个经理那么帅气啊，坐在我的主家桌里面，我的精英领队跟我们一桌拍出来的照片放在我的影音号我的朋友圈，他们说这三个男孩是什么人，这么帅，就看这三个人就够了。信不信我们已经赢了20桌？大家知道德文价钱便宜吗？全部都是我出的，没有一分钱我的头发出。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也感恩我的团队，他们复制的复制的很好，复制的很好，他们都是比我还厉害。其实说真的，我想他们超越我，我想他们成为第二个沙拉斯扎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一个新人说我一定能够超越你，我说我就等你这一天，我就等你这一句话，你必须要超越我，对不对？因为公司这个制度不是你先做你就成功，可以超越你，想想是不是？当我上了飞马，我也每次出国学习，只要有公司的会议，我没有漏过一次。我的伙伴跟着我，我也没有这个能力，我只能带他们这个能力。我带着他们跟上公司去到大会议，我就找另外37的旗啊，你们来这里这里啊，因为我们必须要靠近大团队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最高创办人，我们一定要借他们的力，因为已经拿到了结果，是不是？而且他每次参加会议，我们一天大亲力大领导都为我们的伙伴在酒店分享，把经验传给我们，叫我们怎么去做组织，3-4个小时。所以借大家的掌声给我们立刻到兄弟一个热烈掌声。所以必须要靠近能够帮助到你的领导，这是真的，因为只有靠近才能成长，因为你的能力真的有限。所以很多时候带团队容易吗？你说容易也可以，不容易也可以，因为其实真的不容易。大家想想，汗水泪水什么水都有，是不是？坐在前面的全部都知道，因为他们都经历了。所以在这个过程讲来讲去都是要归零，对不对？我去十六楼公司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残废的都能做到，老人家都能做到，穿的衣服不齐不整的啊，好老搞啊，那个公司都能做到。
我想我应该做到吧，我比他不差，我讲话我也能讲，我也有能力，我不怕吃苦，我对人又好，对不对？我真的这个就算讲话太快了不想不没有那没有机心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人脉也不错了，我肯定做到。他们那么多货，一箱一箱的，我想我以后肯定不是一箱一箱，我是一车一车的但是我做到了，给公司一个机会，不是我好，是公司好。公司配，你只要跟公司配合，对不对？团队配合，我的团队，我说做什么活动，什么领导来，他们第一时间报名。杰龙，就是我只要有时候忘记了，我的前排的领导的 Alison， 他帮我杰龙，都忘记了，有时候都不知道做什么了。但是我也想借大家掌声来谢谢他。所以团队配合，我团队的伙伴真的听话就做，很配合。每次活动出钱出力，就是也想复制下去，把团队做大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在六位，你前期没有像黑马，你来赚快钱的，赚大钱的，还不是像了黑马，你才是真的赚钱。因为前期你就是不断的为你的组织很多开支，做到黑马的人都知道，真的很多开支的啊，讲都讲不完，真的。当你能做到这样，你还怕你的组织不大吗？你还怕没人吗？你根本不怕没人，对不对？公司很多很多的培训学习，每个星期三免费吃的餐，哇，那么好的餐，没有收我们一分钱，是不是很感恩？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应该的。当后来讲来讲去，就是责任，是不是？领导人必须要扛起这个责任。责任就是你比如你继续走路哈，你走，突然跌倒了，这个脚趾流血了，你是不是你眼睛没有这个责任，没有看清楚啊？所以你的脚痛，不是眼睛，不是脚的问题，就是眼睛没有这个责任去看清楚这个路，是不是？我们做女儿是不是要孝顺父母，也是这个做女儿的责任，做丈夫，做老婆，做孩子也有他的责任，但是做领导人也有领导人的责任，责任感很重要，是不是？所以来到六位，你不怕不会做。如果你非人自止，没有自止，空杯的心态去做六位，你想不成功都难。因为我来到六位，我把我的所有的，因为我没有做过嘛，没有做过直销，谁讲我就去找，就去走，谁讲我就走，我不考虑，因为我不想带脑袋，好痛苦，是不是？去做不辛苦吧？有力有气啊，赚来钱就有钱，有的用就可以了，用完肯定会来的，时间的问题，一年两年，我办了20桌的问这个餐会，我有一个伙伴的，这一桌12人全部都来了，一年后。就是为什么？就是团队的力量，这个温暖，还有这个公司给力。3个总经理在这里啊， Kenneth 刚刚来， Henry 也刚刚来， Elton 来了2个多月，是不是3个经理在这里啊，又杀又连吃，在这场里边镇住这个场，什么也都来进到了，所以这一期爆炸好厉害。去年1月9号就是25周
感恩夜，我的团队每年都有十二月要感恩夜，年尾都要感恩一次，年尾的二十五桌，不止二十五桌，应该有真的有差不多三十桌，很多人来了，每一位置就是这个酒楼爆了嘛，因为四年都在这里吃嘛，很熟很熟了，他都骂我，哎，这样搞，不那么多人搞那么小桌，我说你这里都没地方放了哦，放到没地方放，全部都是密的桌。所以真的很感恩，不是我的力量，上帝给我的，谢谢。这个时候真的做人，你就要把你的初心做好就可以了，扛起这个责任，这个责任感把你带进团队里边，无论你做的是怎么样，你只要是问心无愧，你的组织肯定会出来的。组织之间必须要配合，如果我一个人能办二十五桌二十八桌吗？不能，就是我团队的配合才有这个画面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画面都是我的伙伴请人吃的，我没有收一分钱，那些客人没有说你来给什么礼物，但是我们伙伴一起贡献，默默地贡献时间、金钱，还有很多很多的贡献，精神。你来做配合，希不希望很多人来接待？如果我的团队不配合的话，能做到这样的场面吗？做不到。所以配合你的组织，慢慢慢慢地做配合，加上有扛起这个责任，你的组织慢慢慢慢地想起来。但是如果要建立组织的话，必须要团队配合，公司配合公司，而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去做。你能够做的多远，能够做的多大，大家想想，二月三号在阿伯，你可以走，阿赵博览馆，亚洲博览馆。这个那么大的会议，我们有花一分钱吗？我们包了几部旅游巴，我们把我们的客人全部旅游巴送去，每一次都是的，每一次都是送去。我们有出一分钱吗？吃的三餐，我们没有出一分钱，我们只出车费哦，几十块一个人，没所谓。那大家知道这一次的成交多厉害吗？大家知道哈，前排的领导人都知道，因为他们已经拿到了结果，给前排领导人一个掌声。所以今天无论你来到这里，相信与不相信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怕你不来了解公司，对不对？不怕你不了解，就是怕你不去了解。如果你了解了，你就会好像我一样，不但得到健康，还能帮助到很多很多的家庭，由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。而且他们无论是健康上还有心灵上的富足，比你赚一千万还开心。我记得今天有一个伙伴说，他说是他的家人叫他来的，他来到这里很开心很温暖，每天都笑，以前都没有笑的。他说来到这里天天笑，一笑这个单就来了，不用讲。给我们的伙伴一个掌声。你看他为什么一笑就有？因为精神上的富足啊，来到这里温暖啊，开心啊，什么不好的事都走了。他说来到这里也挺开心的，每个月有十万多，一个老人家，给他一个。但是他来这里，大家要记住，他来这里不是为了赚钱，因为他有花不完的退休金，是不是？他来这里是得到去帮助别人得到的这一份满足感，这一个价值，这就是组织的力量。
组织团队团结，很多人他来到这里就关心他，来对他好，这一个温暖，这个环境给到他，环境是不是环境？环境，环境，就是这个环境感染他，让他开开心心。他来到这里站到了健康，财富是其次，对不对？因为喜乐的心来自良药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洗不枯干啊！所以普通话不是这样，所以他喜乐的心来到这里，是不是美丽很多？他的单一个电话就来两单，一个电话就来一单。我说 OK， 用带他列名单，列名单。啊 ，Alison 说已经列了，那时候已经在就是欠什么行动。如果有行动，你的组织还发不出来吗？当你做好一个领导人、一个火车头的时候，你上面的下线跟着你就有运气。姚文涵，知道吗？跟姚文涵啊，所以选择跟你配合的领导去往下走，找到适合你，你就跟着走，听话就做。今天我在这里，我真的很感恩公司给我这个机会，也很感恩今天大家听我分享。我也希望大家有今天回去以后好好的思考，你要的是什么，要的是什么，来给你带你来的朋友一个掌声。因为他今天带你来这里不是叫你卖产品，他是给你一个机会，无论是赚钱的机会还是帮助别人的机会，在这里你肯定得到的是满满的感恩，还有满满的价值感。其人要找到自己的价值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人没有价值，没有目标，你做什么都不是。所以今天我在这里，我也找到了。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。